哥姐问我们家小黄鱼香辣的辣不辣，今天呀正好刚到的货，给你们拆一包看一下啊。咱们这个小黄鱼啊是经过高温烘烤的，香辣的呀其实它不辣，很酥脆很香。咱这一包是250块，看看这个分量。这一次再不囤点可就真没有了，这已经是我回购第八次的香酥小黄鱼了，不到一顿饭钱我就买了5大袋，我就多囤了一点。如果您年纪过了30岁，建议每天吃点这香酥小黄鱼。我们都知道小黄鱼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还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矿物质和维生素，营养比普通淡水鱼要高很多，老人小孩常吃特别好。全部都是选用深海捕捞的小黄鱼，人工去头去内脏，低温烘焙2小时以上，烘干多余水分的同时保留了鱼肉的营养不流失，吃起来肉质紧实，酥酥脆脆，越嚼越香，特别过瘾，根本吃不腻。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囤点这香酥小黄鱼，趁活动赶紧买点尝尝吧。